他对情人超爱管，老外用冷知识打点老婆。他刷牙不漱口，不是我老婆，他就很爱管我这种事情。问了牙医，其实是不要，因为这样子就等于你白刷牙啊。对啊，我这一集可以保金钟奖了吗，爹？本来可以的，可是你前面坐着尿尿那一段，好厉害的，评审又生气了。今天晚间八点，敬请锁定东森总和32频道1/2强。